成日同自己讲，就算我跌落去都冇所谓，怀念嗰一种咩都冇晒。是天光还是天黑，根本一样。我认得你，包山王啊嘛，呢啲咪香港人故事咯。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。本来佢个个性系好动，本来佢系香港精英攀石运动员。你有冇见到人突然之间变动物？有几奇啫？系香港地狱生存啊！有边个唔系被逼做禽兽啊？就是你影响咗我当时屋企四条生命。哦，乜都系我，咁好咧。爬到上去，你都仲可以话系生命斗士。爬唔到啊？你系伤残人士咋？生命斗士都是哪套舒服你自己知不知道？回上去做回自己。